電影裏面其實講嘅就係一個荒蕪世界啦。我要演一個防火牆設計員，佢唔單止係一個防火保安員，其實佢都係一個 hacker。咁我成日都話噶嘛，其實網絡世界就係你貪，讓我哋合作洗錢，長揾長有。你癲咗，犯法嘅時候係唔會錯。加頓佢認為以暴易暴是一個方法，但在我的角色裏面，我覺得不是這樣。其實大家都是一個重情的人，用同一個工具，不過不同的手段。我點解想要兩年四次雙方逼爭而我？點解釋？佢真係冇啊！正正是因為佢的技能啦，咁亦都令到啲不法分子去陷害佢啦，同埋要挟佢屋企人。爹哋，你喺度做緊啲咩啊？太多騙案，太多金融上面的誘惑。你看到除了角色和角色之間那種矛盾，亦都看到人怎樣看待在暗網的世界底下你想做什麼。在一個正邪對立的局面上面之後，就引發了一場很大的一個網絡危機，造成斷網的一個恐慌。一斷網，你永遠都不可以將件事水落石出。拍的一些動作場面，譬如在大館裏面，我們搭了一個高的棚架。當時我自己都不記得了，我自己是拍緊戲咁樣啊，咁變咗最後就硬食，但我覺得出嚟的效果好。当这个世界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断网